小姐，她那儿又哭了。老天的悲，生残心中留。我们小姐问起来了，轿子里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老哭啊？跟嚎丧似的。我女儿她喜欢哭，她爱哭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小姐，我碰回来了。难道他不愿吃贫吗？吃不饭，老伯伯你说是因家道贫寒，不用装的，就遇着这样大雨，小女唯恐我心不安，故而贫苦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又老了。启禀表哥，他家姓张，小钟是他的女儿，只因家业贫寒，无有庄严，唯恐他不心中不安，故此伤心啊。老夫人祝您早生贵子的。